大家听住，我而家宣布听日出赛嘅球员啊！哦，系。龙门就系健威，知道。后卫金井、川边、高岛、古田、中锋、岛野，系。小池，系。松木，系。德仔，系。至于两名前锋，右边就系反田。啊，知道。仲有左边嘅前锋咧，就系。就是小志强，是啊，队长啊，不得了了，大志伟他病了啊。咩话？志伟，重生啊！喺听日嘅决赛度，无论如何你要打赢啊！志伟，志伟啊！志伟，我为咗要打赢你攞到冠军，呢两年嚟我搏命咁练习，而且听日我会参加决赛战。但是万一你不能够出赛的话，我怎么可以跟你比赛呢？不可以的，你一定要出场啊。远征欧洲的往事，志伟而家，我已经知道噶啦。不过我点都要见下佢，因为我有紧要事要同佢讲噶。小志强，小志强，医生，志伟嘅病情点样啊？由于佢勉强继续比赛，令到膊头同埋对脚咧都好痛。加上過度疲勞，而家佢發緊高燒，好辛苦啊！我而家好想知道戴志偉聽日可唔可以出場比賽？唔該你話俾我聽啦。咩話？小志強啊，你呢份人啊，實在太過分啦！戴志偉，呢一三年嚟，我不停咁練習，目的就係要打低你。我練成咗猛虎射球，聽日我一定要出賽同你打過嘅。你聽日唔會出賽？嚇！只是少少伤嚟啫，居然瞓喺张床嗰度。志伟，我睇错咗你啦！我识错咗你啊，真啊！小志强喺球场度啊，虽然大家系敌手，但一离开球场啊，我哋就系朋友嚟噶噃。球场就等于战场，大家喺度战斗，并唔系玩嘅，根本大家系用命嚟搏噶嘛！你唔知咩？你要起身啦，志伟，快啲起身啦！你黐咗线咩？太可恶啦！喂，停手啊！大家停手啊！唔好咁啦，祖苗。大家唔好嘈啊！嗱，而家你哋听住我讲啊，我会尽我所能去帮佢治疗嘅。听日刺猬可唔可以参加比赛咧？就要睇佢听日嘅病情点样啦。听朝早如果佢退烧咧就冇事啦，如果唔退烧嘅咧，佢就要喺医院嗰度住两三日先至得噶啦。无论如何啊，呢个睇听日嘅情形而定噶。好啦，你哋唔使心急嘅，睇下听日佢退唔退烧先啦。志伟啊，你唔使担心嘅，志伟斗志好坚强噶，唔会输。忍着啲啊，志伟，志伟，卡尔，卡尔显示史莱达，咩话？佢话卡尔显示史莱达，唔通志伟系啊？佢一定系谂起三年前。远征欧洲的事啊！嗰次我哋去欧洲比赛，当时刺猬发高烧，但系佢一样企喺球场嗰度。第六届少年足球赛闭幕之后，南国小学队打赢咗，大会负责人派刺猬做队长，组成全国选拔队，而且我哋将会代表本国远征欧洲同外国球队比赛。刺猬同学，刺猬，我系刺猬吓。派来，你哋好吗？
志伟同学，好耐冇见到啊！啊，系啊，啊，仲有松山、政府同埋王富添啊！啊，志伟，志伟，由全国选拔出来嘅选手啊，全部齐集晒喺呢一度，就算对手系欧洲啲坏巴西人，一啲都唔使惊噶。咁啊系啊，咦？做乜梁仔你都会啊？啊，唔通你都有份做远征球员之一啊？啊啊！你问得真系好啦，咁样噶，三探纯本来同你哋一齐去，但系佢有病，所以自动退出，啊，所以我咧就有机会代替佢出赛咁啦。哈！我仲以为你走嚟送机嘅添。你讲错啦，我系嚟代替三探纯啊，都好啊，你梁姐你喺度零舍热闹噶，喂，系唔系啊？系啊，太罗讲得好啱啊，真系噶。啊，太罗你咁讲系咩意思？我哋已经好耐冇见面啦。好啦，大家出发啦！刺猬，听讲你被选为代表队嘅队长喎，恭喜你啊，刺猬同学！多谢你啊，三探纯，仲有莉莉啊，三探纯啊，你唔使挂住我哋噶，你好咁养病啦，知吗？嗯，梁仔同学，我唔去得，你要打埋我嗰份噶啦噃，交俾我得噶啦。睇得你个样啊，好似当正自己系正选队员一样。哦，哎呀，咪住我报啦，好吗？志伟，你小心身体啊，放心去啦吓。嗯，妈妈你保重啦。志伟啊，保重啊。我唔想跟佢欧洲噶。志伟啊，你去到嗰边千祈唔好花心啊，知嘛？啊，大头妹。听到嘛？唉，羡慕你噶，唔好乱噏啦，唔好咁讲啦。运动海坐坐觉得几好睇，睇得耐啊厌晒噶嘛！你唔停口咁食又几食得噶喎吓？嗯，喺大阪啊都有好多嘢食嘅。第一场比赛喺法国，嗰啲法国大餐啊，我真系好想试下噶。点啊，梁仔啊？你个脑啊，成日都系谂住食呢一样嘢嘅，俾你激死人啊！我哋喺打足球噶嘛。唉，你使乜咁紧张得噶？嗱。你睇下咁多队员啊，还掂我哋都系候补嘅啫，系咪？你咁讲啊，我仲有咩好讲？我谂大家梗系坐到闷晒啦。好啦，我有啲嘢想俾你哋睇下嘅，等你哋冇咁闷啊。欧洲少年足球大赛拍摄咗好多预赛嘅情形，系最近消息嚟嘅。啊？诶，唔该晒。除了特别重视本国球队之外，能够在决赛中出场的有七个球队，为了挑选这七个球队，在欧洲各地区展开了激烈战，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这个球员了。今次大赛当中是最热门的人选来的，由西德班球员中选拔出来，前锋兼队长的卡尔·天斯史内达在欧洲少年足球界是被称为天王巨星的。天王巨星是什么意思啊？天王巨星呢，就是说很厉害的人啊。哎呀，他真的厉害得这么交关啊。没错，的确是很厉害的。他真的这么犀利的？他的事我知道少少的，我是由杂志那里看回来的。史内达这个球员呢，在球技方面有小志强的刚，刺猬的柔，可以说是刚柔相兼，所以话系好叻嘅人嚟嘅。咩话？有晒我同刺猬嘅球技啊！啊，小志强嘅刚同刺猬嘅柔啊！冇错，就系咁啦。佢能够自由操纵个波，左右风向都可以射嘅，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。佢呢个波系闪电射球嚟嘅。哇，真系
犀利喎！咁樣佢係咪同我哋同年噶？唔單止係西德啊，法國、英國等各地嘅強勁球隊，似乎已經進入咗決賽嘅階段㗎啦。我哋滿懷信心嚟到歐洲各地，唔知有冇本事打贏佢噃，智慧。梁仔啊，既然嚟到呢度啦，咪同佢哋較量過咯。冇錯啦，我哋既然代表自己嘅國家嚟到呢一度，點都唔可以輸俾佢哋嘅。卡爾片士史萊蛋。好啦，等我哋介绍啦。而家呢位就系帮我哋球队打气嘅西德职业足球星探轩斯苗拉先生。好欢迎各位嚟到呢度啊！仲有呢位就系李家小姐，佢爸爸喺当地大使馆做嘢，对周围好熟悉嘅。而家开始做我哋嘅响度，我哋球队嘅事咧就要拜托佢照顾啦。我叫做李家，请多多指教啊！请多多指教。你一定是戴志伟同学了，是不是？我你的动态由日本寄来的报纸或者是杂志我都知道很清楚，我很喜欢打足球的，请你指教啊，戴志伟同学。是李家，介绍我认识啊。哦，他是皮阿姨啊，是法国选拔队的队长来的。好欢迎你啊，志伟。关于你的事，李家已经一早讲了给我听了。嗱，今次比賽我哋大家一定要努力啊，知道嗎嚇？係，請多多指教，皮阿姨。好啦，各位，嗱，翻返去酒店先，然後由皮阿姨帶你哋去參觀巴黎啦。皮阿姨啊，拜託你啦。啊，要我做響度啊？嗰座就有名嘅海船門。嗱，呢座巴黎鐵塔啦！哇！洛圖丹聖堂、塞恩河。哇！各位參觀過巴黎名勝之後，有冇興趣跟我嚟呢邊睇下咁啊？嚇！你哋一定會好中意噶。哇！睇下，系足球比赛啊！嚟嚟，唔通佢哋就系？系啊，听日就系各个球队嘅准决赛嚟嘅，所以佢哋准备去参加噶。系啊。点解我哋喺西德队里边睇唔到嗰个叫史莱达嘅人嘅吓？佢啊，系咁样嘅。喺比赛之前，佢多数唔会临急临忙咁去练习嘅，因为佢啊，系咪因为佢好有把握咧？啊，睇下嗰边，刺猬泰来。吓？系，呀！哇！吓，真系犀利！睇下英国嘅选拔队啊！呢个球员啊，叫做史泰夫。是率领英国重战的球队的前锋来的，他当然是球队的队长来的啦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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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皮阿姨嚟咗啊！呢几位咧就系由日本嚟嘅球员，嗱佢就系队长。请多多指教，史提夫。请指教。其实你哋匿埋喺本国打波咪算数咯，居然走到嚟欧洲同我哋较量啊，咁咪赚出丑嘅啫。你叫史提夫系咪啊？我哋不如嚟较量下啦。喵啊！哦，小志强，小志强。好啦，我接受挑战。你啊，史提夫。小志强。咪住啊，小志强，你嘅对手一开口咧就睇唔起我哋啊！等呢个日本选拔队守门员林元三嚟奉陪你啊！就用呢个波啦。啊！睇下你有冇本事射入我守龙门，一对一比赛啊！咁样真系几得意喎！林元三，小心啊！刺猬，你放心啦，唔理对方系边个，有我元三把守龙门，佢冇本事攞到一分嘅。我呢一种射球喺足球发源地英国嗰边学翻嚟嘅。好啦，睇住啦，快！等阵啦，史提夫。罗达啊，咩话？点解啊？你做咩要阻止我啊？我唔系想阻止你啊，我系想劝你唔好做埋啲无谓嘢啫。咩话？啱啱公布咗今次大赛分组嘅事。A 组第一次会战，第一场比赛就系日本对英国。真系嘅？我哋嘅对手系英国队啊。A 组嘅西德选拔队因为喺本国另有赛事。所以失陪了，刺猬同学，我等待紧同你哋日本队嘅比赛嘅。好啦，我哋喺决赛再见啦，史内达。等阵啊，刺猬，唔好忘记啊 ，A 组仲有我哋法国队噶之嘛。我哋行啦，阿旺。西德队王牌球员卡尔献斯史内达喺决赛嗰阵同西德队决斗嘅，唔系日本亦都唔系法国，迟早你就会知道就系我哋英国队噶啦。智慧点解会喺呢一个时候想起欧洲嘅事呢？我相信只有我先明白。三探笋，我听松山同学讲起关于智慧同学嘅事。莉莉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因为心脏病休养咗好耐嘅。喺嗰个时候，我周时都想起自己喺球场上练波，而且仲练得好辛苦添，同埋比赛嘅事啊。三探笋同学。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的，一定是练波那种辛苦和病痛比起上来，就不觉得病痛是一件辛苦的事，所以我相信刺猬他现在可能和发高烧搏命决斗都未顶的，所以我相信刺猬他是绝对不会输的，你们放心吧。三参顺，是啊，小志强啊，你应该还记得在三年前远征欧洲苦战的滋味的。今次欧洲少年足球大赛的决赛，第一次特别参加的全国少年日本选拔队、巴西队、南美洲队，他们的力量相等于欧洲各球队的，会战斗到怎样呢？ A 组第一次会战是日本对英国，很快就会开始了。好了，大家听着，我讲清楚你们听，这次远征任务是非常重大的，不单止参加比赛，无论如何都要打赢他们，能够为本国足球队争光的就靠晒你哋啦！冇错，我嘅梦想就系喺世界足球大赛度攞世界杯，为咗咁样，我唔可以输噶。大家听住啊，西德嘅史内特，佢好叻噶。上半场啱啱开始五分钟，西德嘅队长史内特用佢嘅闪电射球，上半场射三球啦。不过优先嘅日本队伍嚟，取得冠军嘅希望好高啊！西德队啊，今次令葡萄牙队完全冇还击之力。上半场不用五分钟就射入三球，这个这么犀利的人，他叫卡尔献斯史内达。我们目前所能够做的就是打赢英国队，大家努力啊！
好啦，大家进攻啦！系。日本队嘅成员有志伟同学、太来同学、林元三同学、小志强同学、正夫和夫、松山同学、德仔、守中卫、龙一同学嘅，个个都系高手齐集喺度。英国队方面亦系相当出名嘅球队嚟嘅。嗱，而家咧，你哋听住啦，我哋目标系要射入二十球。即是要从你们手上抢到二十分以上的。哦，吓，哼，挂口挂得太早了，你以为英国队实赢的吗？不是的，他说明要射入二十球以上。二十球以上啊？你有主意啊？你说二十球以上而已，有我一人把守住龙门，你一球都射不入啊。在打底史莱达之前，首先就是你们了。日本队的英国队比赛开始了，太乱。好力，志伟！直灌嚟啦！ヨーロッパでの第一戦、イングランドとの試合が始まった。キャプテンのスティーブを中心に、相手は皆体の大きな選手ばかり。まるで大人と子供が戦っているみたいだ。だけど、サッカーに変わりはない。俺たち日本の実力をヨーロッパのみんなに見せてやるんだ。次回キャプテン翼、翼対イングランド重戦車軍団、キックオン。